谁的？那个小姐的。要大吗？两副钢琴。都加在一起哈。嗯。豆芽，小心豆芽。
就是鬼头刀晒干跟那个卤肉啊哈一起，这个就是鬼头刀，鬼头刀它、啊、跟卤肉一起下去卤，一起下去熬，哦啊熬出来的味道就是很特别。所以是有猪肉跟猪肉有三种鱼在里面，有三种鱼，完全吃起来没有腥味。哎，这种鱼啊，吼，它非常细致，它晒干之后啊，吼，跟那个猪肉一起下去卤，它的味道很特别，就是鱼干卤肉饭。爸爸的名字是圣雄，叫卡子的。成功人都叫他卡子了，所以我们就以我爸爸的那个名字，就用这在变了。